鐘入去噶嘛。而家時間係11:59，你嘢即係仲係一分鐘就踏入12:00啦。即係以前嗰啲遠古人成日都話咩天狗吞食咗太陽，天狗就指夜晚啦，真係。跟住第二日就話太陽出翻嚟啊，天狗被消滅啦，被生害。即係遠古時，即係舊時嗰啲人都係咁樣諗嘅，都係地圓説，都係以為地球係不停咁轉圈，即係轉圈嗰時候平地，都係以為。但係而家唔係嘅，而家跟住有人發現咩哈雷嘅尾巴，即係話哈雷攻襲地球，但其實哈雷係哈雷衛星。今日食佢個，我唔知佢係咪佢細妹金正恩啊？佢阿哥金正恩。而家十二點啊！而家係十二點。即係尋日落咗場雨出嚟咯，咪成日落雨嘅場真係，但係冇見到照翻太陽嘅啫。成日都係天文台嗰個氣象發嗰啲相嘅，你係天文台嘅主管主任咧？你講你擺嗰啲嘢，可能就係假嘅喎，又或者尋日、聽日，因為佢只係大約啫嘛，即係預測到啫嘛，但唔係真實。連高級科學主任都係知道呢件事咩？ Hey, where do you think you're going? Get back here, soldier! 你留意不要，太饿了。火車嚟噶，即係有咁多人拍白卡車。八卦车第五九四系今个月，可能系今个月嘅6月19日，而家6月5日。因为嗰时天气通常系仲未整到一啲白空雨，仲有临时街市啊。但系而家临时街市拆咗啦，而尖东建哥走人啊，真系，因为呢个嗰、那个。地位嗰個鋪嗰個票嗰個價格係高啊嘛，所以咪搬走咯。點講話最後咪嗰時咪最後一次見大家咧，但係都瞓咗好多。Here's your ammo。
因為我係 M 金攻擊手，同埋一特集分大贏咗之後先可以攞嘅。